Hello， 大家好，我是 NCAA 三级的球员。然后呢，今天我要先跟辅仁大学的女篮练球，之后会跟 JTC 的 Jack 做个人训练。Okay, so I'm a bit late to practice, so I'll see you inside. 原来是两个 I， 然后这个就是换手，然后到左手的时候是一个 I 换手，但是中间我让你做一加二的节奏，所以是这样 ：I I 换一 ，I 换一 ，I I 换一 ，I 换一 ，I 换一 ，I 换跳，对，来，一二三，一二三，cross，
最后一个。没有。Nice。哎呀。对。一。过来，修正，起。二，最后一个。出去。对。还有那个短速。个人训练，我觉得休赛季的时候用个人训练的方式是让自己赛季开始的时候变强很好的方式。然后我个人觉得话，要找一个或是两个你比较长期一起在训练的训练师，这样子他们才有时间，或是他们才会去比较好分析你平常打球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习性，或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像我今天跟 Jack 练球的话，我们一开始是练一些脚步的动作，因为 Jack 他很会练就是脚步，然后加上一些抛投。我平常比赛的时候很少在抛投，后来做很多我比赛很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挡拆之后的投篮，然后还有挡拆之后的传球都有。后来有另一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合球的时候要把球转到正的方式去投，这样子出手的感觉每次都会比较像，然后会出现的错误或是会影响到你投篮的一些动作就会减少。好，今天就这样。